看到了没有？看到就是这里了。对对对，大家帮忙转发哈、啊，订阅转发转发转发给大家看啊，转发。转发转发，谢谢大家。他们叫没有没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正这样子。还好现场是还蛮平，就是很温和的。我现在跟着他们的队伍，因为警察叫我跟着走，后面就是我就跟着警察吧。很安全，因为这么警察很多，放心。你看，我们为大家报道第一手的资讯，大家赶紧对，帮忙订阅转发哈，谢谢。这真的第一手的资讯资料啊。